当下就在净土，未来当然的因缘更在净土，所以活在当下，啊，发愿将来成佛，所以念天，也就是说我们好好持戒，来世不再恶道轮回，甚至呢直接升天，都算内愿极乐世界，身口意如法。所以各位，就像我现在在讲话，我也一直在听我自己，我讲这个话。适不适当，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声音好不好？我每一个阶段我都在注意，绝对不能失控，了解吧？不能失控。所以学佛你要有一个好像你后面有一个经纪人在管你一样。学佛要把自己受给予阿弥陀佛，把自己的心受给你的佛性，而不要受给你的烦恼性、贪嗔痴。那个不是你，我是男人，我是女人，那个不是你。那个只是一个业报假名的一个名字，但不是真正存在的，虚幻的。所以你要慢慢习惯啊。小时候我们没这个习惯，海涛，哎，叫我名字好爽，一下又海涛，一下又海涛啊。如果再骂海涛，哦，这叫我秉住啊。但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名字是我，但是现在你要慢慢，这个名字是假名的啊，无自性空的，暂时的。那感谢这个海涛，感谢这个肉体，让我能够拜佛啊！我的目的呢？我的目的是菩提心啊，所以我要安住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事实上，海涛不是我，花才是我，本质才是我，麦克风才是我，你才是我。那佛教里面的根本没有个我，只有众生，心中只有国家，只有众生，只有世界，只有净土，而没有自己。你要一直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今天我们所报完斋戒，就把这个我呢，把它放掉。阿罗汉就怕这个我，对吧？阿罗汉知道有这个我，哇，我就生死洗干净拍垮，怕死了。所以如旧头然，所以阿罗汉就没有我，没有我。啊，那菩萨呢，在这个无我为基础，进一步只有众生，我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感受到众生的苦。修行是一种训练。身口意的训练，所以以及对世界真实的了解，从一个不关心世界变成一种承担爱护世界，一花一草一木都希望它快乐，所以我们永远，各位最好学我们这样来爱护地球，守护法界，爱护胎儿，所有众生，要一直表达表达啊。所以我记得我刚出家，还没有出家，我家里永远我看书的地方永远贴一张地藏王菩萨，在那边 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学习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将来看所有的经典来修行啊。那个桌子小小的，我还记得，那个桌子是以前我的麻将桌，麻将桌变佛桌啊。所以一切都可以转化了。那一间我的读书室是我以前的麻将室，生活改变了。开始那边读书、打坐、拜佛，被关在里面。为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出家？那个时候消极的不能出家，就天天拜佛、看佛经、打坐嘛。因缘到了，我就可以出家了。这也是个很好的闭关一样啊。那时候更精进。更精进啊，因为有阻力，你才会努力嘛啊。所以如果没有阻力，一个人就是很顺境了，他就可能会骄傲了啊。那各位每天都升起这个念头，因为所做的一切，诵地藏经、念大悲咒，都是为了以父母为首，因为对父母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友情啊。所以就一直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信愿。那你所修的功德就遍满一切处，心量到哪里啊？是无量心，那力量就到哪里，佛力就在哪里。哦，你的儿子在美国，你现在求阿弥陀佛加持他，阿弥陀佛会不会马上到啊？这叫快递，啊，不可思议。你的念头，然后的佛力就加持，但是这样还是个执着啊。美国这么多人，又不是光你儿子啊，对不对？当你念给你儿子的时候，你要观想有你儿子的心发光，遍照整个地区啊，法界，那你也得到利益，你儿子也得到利益。
啊，也发展你儿子的悲心呢。所以，我们儿子就是要父母为源，爸爸妈妈是我们生这种孝顺报恩心的源。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所以有爸爸妈妈显现着光去利益众生。那爸爸妈妈会不会变成佛啊？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为了他的父母的骨灰，后来呢，大势至菩萨悲愿父母都发光了，父母就利益众生了。所以我想，因为对父母，我们比较容易升起那种自然的感恩，承担他的苦，一点都不排斥。父母的错，我们都不会怪，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父母嘛，感恩都来不起啊。所以父母是我们修慈心、悲心、菩提心、平等心最好的助缘呐。那各位不要跟出家人交世间的朋友，也不要跟出家人借钱，也不要跟出家人去转移你的爱情啊。去找出家人啊，执着出家人啊，这个对你的心很容易精神产生问题啊，因为甚至你将来会变成那种性别倒错啊。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泰国很多的？因为泰国人认为出家人可以还俗嘛，我就看看他，多看几眼嘛，啊，希望他的跟我在一起嘛，那这个心态会伤害到啊，会伤害到，所以我们对佛像啊，对三宝啊，对出家人。我们要有一种尊敬心，啊，不能有世间的念头，啊，不能有世间的念头等等。这个父母是从我们一认识以来，到他生生世世，我们都在尊敬报恩的对象。永远，如果一个人爸爸妈妈对你不好啊，或者你家庭破碎，这是你的悲哀，过去式的业，你更要忏悔，你更要忏悔，不能怪父母啊。但是如何让一个永远的父母，永远的月亮在你心里面。你能够如此，你才能够度众生。不然的话，你心里有一点缺陷啊，缺陷，那个缺陷你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对师长永远的感恩，没有佛法，没有师长告诉我佛法，我现在还在轮回呢。那希望我们的父母祖先、有情众生，法号叫善，善良的善，愿力的愿，大家都发起了一个善愿。一个菩提愿，无量劫的业障从你的身体流出去，相不相信？这是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啊？你想我没办法，我改不了，我没办法。不要用你的方法，一心念佛、拜佛、忏悔，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这一点最最最重要啊！一个人没办法进步，就是他只相信自己，等他进步了，他更骄傲，因为我这么努力。事实上错了，那是佛力啊！努力是我们的信心，努力，但是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传八关斋戒，都是用电视、卫星直播，世界各地都在看。那如果你在家里看着电视、手机受戒，那你要观想，不是你一个人哦，你在美国地区，那美国地区所有人非人等一起在受戒，像这样啊。然后呢，延续到法界众生，那我们要不断的升起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菩提所缘，一切有情，山河大地，啊，我们为他在皈依，为他们在受戒，为他们在念佛，让自己息息相关，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也为世界众生离苦得乐而在用心啊，那这样是最容易达到无我平等。的空性啊，把我给超越了，所以以后我们讲堂每个地方都会弄一个更大的电视荧幕啊，或是这个投射机，只要传八关斋戒大法会，大家自动来，好不好啊？没我来啊，因为这样人越少，你清净嘛，对不对？你在家里不方便，但是我们在讲堂会弄一个大的啊，然后呢？电视直播好不好啊？这样大家都很认真，这个才叫把这个一切有情分起非情境界发起无上菩提心牵连在一起啊！虽然佛这么说，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境界啊！所以让大家方便参与，方便参与，所以得到法喜。当然你没办法来讲堂，你在家里大家都有电脑啊、手机啊、电视啊，马上就。融入于法会的功德海，啊，那我想
要把这个菩提心变成一种相啊，就透过这个心连心、网路电视，大家一起精进在修行啊，而且是真实的力量。所以各位要这样来好好持戒。所以那我们现在透过电视，多少人在持戒？无量无边啊！有没有很多天神在持戒啊？无量无边啊！很多众生我们一直邀请啊，无量无边啊！啊，这样才可以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来净化整个世界，来净化所有有情，不断地发起这样的心，也让各位觉得说你永远不寂寞，永远都融入于众生里面。一个人会感觉到寂寞孤独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我执啊，我被爱，我没被爱，啊，我孤单，那就是因为你我执太强。各位你要一直想着众生，融入于众生。你那个我就没有了，这是我们出家的意义啊，在家逼迫，出家自在。那颠倒了，在家有爱情有钱，怎么会痛苦呢？因为那个是自私的啊，所以你会很痛苦。那出离了这种限制，你才可以融入大海，融入法界，出家自由，在家约束，出在家束缚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啊，出家如大鹰之姿啊。那大老鹰一样翱翔世界，啊，在家如小鸟啊，嘀嘀咕咕啊，每天吵不完啊。你们两个夫妻讲话讲一辈子，在念什么经啊？啊，反正谈的都是五四三二一，恁囝、阮囝、恁老爸、阮老爸，啊，然后都是这些无法度的代志啊。所以，那慢慢的你学佛了，你就说，哎呀，这个世间的无奈苦啊，啊，变化无常，一天都没办法。你怎么样都被别人控制，对不对？国家控制你，法律控制你，天气控制你，业报控制你，身体控制你。你想要今天轻松一下，电话又来了，你儿子又不乖，你又烦呢。啊，你每天就被影响，无法自在，忙东忙西啊。所以为了钱，为了爱情，太痛苦了。那所以各位要出离，出离，把钱变成布施的资粮，把爱情变成大慈大悲的力量。那你就没有痛苦了，要以这样的心来为众生守戒，愿这个守戒就是我今天守的戒都回向给众生，愿众生不被杀，愿众生不杀生，愿众生消除杀业，啊，愿众生得到不杀生的功德。所以佛陀希望我们解脱生死啊，那没有男女欲望啊，能够断除欲望。因为轮回是苦，你生了三个小孩，让这个世界多了三个痛苦轮回的友情。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很忏悔啊，希望赶快引导他，赶快学佛，哎，赶快升起出离心呐、啊，不然呢，轮回真的好苦，等着死，等着老，等着病啊。所以，那但是来自于男女的情跟欲啊，这个能够把它断除掉最好了，不要欺骗啊，或是碰轰。用台湾话叫碰轰，对不对？男人爱面子，我啥哭公我哭，那就也不是说骗人，他就是比较爱面子啊，不是都要听好话。一个喝酒抽烟的人很难戒，一次两次三次，这个魔鬼就附在你身上，不是你不要喝，是他要喝啊，然后你就被他控制了，就像吸毒一样，你真的啊真不行了，他把你带去跳楼了啊，所以。伤害你，人就是执着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啊，我皮肤比较漂亮啊，我高一点啊，我漂亮一点啊，所以现在什么什么美容，美容一大堆，对不对？所以而且大家一直比较啊，那各位应该慢慢放弃对这个身体外表的执着，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很容易执着他的外表啊，身体的皮肤，男生也会，男生也会。现在如果秃头了，要天天戴帽子来，戴假发，这也是一种执着。或者秃头拍垮也不会啊，你看我们头故意还弄个秃秃的啊，要每天要剃头啊，最好啊啊，原来你已经把这个对外向的执着变成一种内在的精进，多自由啊，啊，多快乐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健康比较重要，身体这个身体能够拜佛，我现在很羡慕跪三昧水忏跪那么久，羡慕我们都跪不了那么久啊！身体能够跪能够拜，
嘴巴能够念佛诵经，